是一台自动代谢机，宽度是60公分宽。我们的师傅在车间里面正在调试中。这个是个修转部位，这个是个牵引部位，它这边是个夹孔，这边是上面的牵引，它这边是个承层部位。上面是磨头，大家参观一下这个风环，双层的风环，上面这个旋转部位。自动的设备它是这样子的，它转是透明的。这个地方，那边当然是配件柜，那是配件柜。